谢谢上来吃饭了。包子啥馅儿？你最爱吃的牛肉馅的。哦，还有牛。老公，你这次又出去多久啊？公司安排我出差，可能要半个月。老婆，我知道可能时间有点长，那你说，我想你怎么办？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给我打电话、发短信，我们俩还可以 FaceTime，好吧？哦，老婆，其实吧，我也不愿意出差，一出差就见不着你面了。但是，为了我们未来更美好的生活，我就得出去好好工作，就得好好奋斗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那我知道我们家老公呢是最努力的，然后是最向上的。来。奖你一口大油条，老婆，我能不吃吗？不行，来，真棒。老公，老婆，我们走之前还有一个要求，什么呀？亲我一口。别拼了啊！早去早回。别闹了，你不亲我，我不亲。那你把眼睛闭上。好好。完了。啊。再来一个。啊！电梯都来了，快点吧，要行吧。了。我走了啊。祝你平安。啊。等你回来。哥们儿，那个 C 座在什么地方？这就是 C 座吗？好，你看我告诉你啊，看 A 座、B 座，这就是 C 座。好嘞，谢谢啊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啊。
去看看。是我老公。啊，你有老公？你怎么不跟我说？干什么呢？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开门啊？我这刚睡着，你怎么就回来了？我一个特别重要的文件落家里了，我给去拿一下去。哎，老公，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你在哪儿呢？我帮你拿呗。你哪知道在哪儿呢？我自己拿就行了。老公，你看你都流汗了，咱歇会儿啊。来，坐下，休息一会儿。老婆，我确实挺累的，再不你给我倒杯水吧。嗯。老公。啊。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咋了？嗯，我要给你一个惊喜。哎呀，别闹了，我这文件还没找着呢。你把眼睛闭上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，我还有那个什么文件没找着呢。老公，那你坐下来，面朝窗户。干啥呀？然后我数十个数，你不可以回头。啊。好不好？啊，好吧，好吧。嗯，好。不可以回头。啊啊。闭上眼睛。啊，好。一。二三四五六，出现，当当！老婆，你干嘛呢？能不能别闹了？老公心烦。我让你给我倒腾水呢。糟糕，饮水机没关。啊，老婆呀，那个文件可能没在家里，刚才我没找着，可能落公司了，我这时间来不及了，我给你马上走了啊。老公，你的水。我来不及了，你喝吧，没事，你喝吧啊，走了。我走了啊。